嗨，金涵。你们来啦。一红，姐，我有个烦恼可以跟你说吗？作家不方便。他是我的好朋友，家里要整修，临时要找地方住。那要不然他只能跟我住在一起咯。只有这一次哦，下次不要这样哦。记得家里要打扫干净哦，要不然他只能跟我住在一起咯。晚点我会过去好好检查。我们会扫干净，反正都要打扫了，就好好做，快点结束吧。为了迎接新朋友，提供舒适的住宿，让你有宾至如归的感受。哎，对了，下午会停水，你要注意用水时间哦。真巧，我也想吃香蕉。什么？你真喜欢整？是哦，生命不广深啊。哥哥和弟弟相约在咖啡厅。哥哥问弟弟：“你想喝什么？”弟弟害羞回答：“综艺哥哥你啦。”哥哥举手点餐，服务生给我两杯 cappuccino。弟弟喝了一口咖啡，奶泡却留在性感的唇上。哥哥见状，机不可失，立即将唇上奶泡并吃掉。弟弟，你真好吃。哥哥，弟弟，这画面好美啊！对了，我还要检查住宿环境。打扫完洗个澡真舒服。姐，换你了。啊，真舒服，还好水可以用。啊，好痛哦。我真的是那个。我不是那个，我们只是怎样，不是那个。静涵，你误会了啦！别想跑，你只有穿内裤哦。难怪下面凉凉。听说你是静涵的好朋友，叫做许少宇是吧？是的，我叫许少宇。太耀眼了吧，气场太强了吧，请多指教。小心。谢谢。哦，好甜哦！糖加太多了吧？对啊。那你喝我的、啊，我喝无糖、啊。谢少宇哥。
少鱼哥，有不叫好吗？应该特招了。哼，叫那么亲密是怎样？自从这家伙住进来后，我崇高的地位开始动摇了。提醒算出来了，你才有办法去成吗？提醒你公司会不会记？不会。哎，你看嘛，这边要相乘啊，不然你怎么算出答案？可是参考书上面明明就不是这样写的。算数学要懂得变通啊，你怎么这么笨啊？我等一下再上来看，你最好赶快练习好。哪一题？我教你啊。是这样吗？对啊，你看很棒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，我们这样子这样子，然后乘以这个，是得到这个的结果。对，对不对？你要相信自己。你在抢我饭碗吗 ？Love sick 是相思病 ，Puppy love 是纯纯的爱。杰恩是我的。是时候该进行最重要的部分了。现在问个简单的问题：今天中午吃什么？排骨饭。嗯？你长度几公分？30公分。你说话。先好好回答这个问题。你跟静海是男女朋友？不是。没说谎。来来来来来，喝酒喝酒啊！不好意思，我们误会你了。不会了，来来来，喝好，一起喝酒，一起。我不行了，我不能喝酒，不能再喝了。我以为我真心的爱。啊，我的头好痛。真的喝太多了。少宇哥，有空再来玩哦。好啊，谢谢你们这段时间的照顾。再联络。干嘛？吓死了，还好只是梦，我以为家里没人，旁边还是这个讨人厌的哥呢，真的不见了。真的啊，你说一红的行李和衣服都不在了。对啊，而且我妈一早还传讯息跟我说，
有个新家教会来。新家教？难道一红不做了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哎，先这样，那个家教好像来了。所以，你就是我妈说的那个家教。